就推翻客家被回收及判改提示改客家是高阶，本单根本会记好。不过在数到日清改上后，过不久会起效。不过主判单位韩黑绕墙内是一片是个作品改作渣，留下龙秀是一个改让片过后，并都没有路红。希望如某群众改显示，为汉那多改民主，谈到客家是个就吉祥嘞。苏州号客家本土概念始终强化，也系前几年客家市高节嘅方面。提示界客家市高节本来建议外判，三年之之前嘅影响，法通取消，改用新上外判。也希望讲，即阵诶嚟嘅一个机会呢，啊，使得诶客家文化嘅法通，诶客家文化嘅法通呢，做得在网络传播方面。增加行客度的发表的机会。近期之前，主办单位用无穷款的形式来推广客家文化。叫汉望语思念。每一个作者拢使用自家的作品，只是自己共出对台版土地的观察。今年客家市高节主题是客家报道，中央社路对建构新界客家铁路中小镇的致敬，每种人用同化做开场，写得几年以来对台湾水情的观察。望住封面大水来解渴，不过春日摸鱼安到好天，大家友爱好天。到底是样办？人的想法会改变。天晴春日是好天，无人落水咪是好天时。其实啊，有到下巴落到水咪是算是好嘅时节啦。哦，佢虽然冇鱼头，但系对人的体质，对人的台湾呢个环境是必要嘅。主办单位讲，廿十二篇作品本来为定套文化客家来出版，不过未讲廿几年来频发通前提嘅问题，还是经费唔滥，希望相关单位实地来听书，本客家文化建来建好。客家新闻公众面刘艳萍特别报道。